你好，有啥物需要替你服务的？我是大方营造的头家娘，叫林素婉，甲盛发集团的头家娘孙丽红哦，是好闺蜜啦。敢会当麻烦你，甲伊最近买的衫哦，拢摕出来我参考一下哈。啊，不过拢无你的 size 哎。这唔免你烦恼啦。当市长夫人，你要看的衫来啊。这就是丽红最近订的衫呀。是啊。这件衫跟我伫个菜市啊看到嘛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哎，十八万。小姐，你这介绍是不是写唔对啊？无唔对，啊是我提较小的给你。相公，我买爱较俗的哈，你唔通看我无点呢？这衫拢包起来。好，当时丢胡林，这是你今仔日的消费金额。啊，我买这么侪呢，恁敢有拍折啊？歹势啦，阮从来无咧拍折。啊，无拍折，无嘛应该送什么礼品还是赠品啊？稍等一下啊。这是我的赠品啦，就这样。无你嘛寄给我五个，啊，搁有头拄啊我迄食袂完的饼啊、点心，嘛是那替我打包哈。好。谢谢光临。胡林，我今日心情无好，你专门服务我一个人就好。是，胡林，你的朋友大方营造的当娘，拄我才走的。林素文，嗯，伊阁要求买买甲你进前同款的衫。今日开这么多钱买衫，我看来坐公车好啊，安尼嘛较省的，顺便留一寡汗吼，安尼哦，当作是减肥。是讲你的翁婿无钱，互你配一个司机就准堵煞，既然连几百块车资都唔敢付你哦，敢是恁阿的公司你要倒去啊，所以无法度付车钱啊？你莫后白讲啊！啊，即马塞车时间啊，坐啥物嘛同款，我就是想要坐公车袂了。我听讲你甲我买同款的衫，你真正是袂死心嘞。啊，不过遐衫。你若穿袂落，你要一大堆要创啥？迄是我的问题，免你烦恼。林素啊，你敢知影我甲你上大差别伫咧倒？唔，那是因为我家世背景好，更加是因为，不管你偌有钱，拢无法度改变你善食人的本性。哎，你倒会较客气的哦。我若不是手有摕物件哦，我这你来哪？想要动手？我搁听讲，你唔拿提过来份赠品，而且无食完的点心拢打包呢。
你该想看卖，你是不是有够冻伤？那是因为那间店的衫贵三三，我若是无加摕一寡物件，我会吃亏啊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买跟我同款的衫。我回去要把遐所有衫拢断掉，卡要让人误会。我会跟讲跟你同款卖。出来吼！你给我倒来哦！你拄只开车差一点把我弄到，你一句实力拢无呢？今麦我讲一堆的，给我糟蹋。你真是想搞搞呢？闪啦，卖砸我的路！哎啊！出来吼！那不是因为阮幺母，甲你也是隔壁兄弟，我无可能哩哩甲你吞论啦！你卖真正了准讲你是啥物口口在上路王呢？帮幺母上啥物兄弟？微信讲对伊这尔好，唔然后因阮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，讲伊真侪标案。结果呢？伊煞抽走阮盛发集团总部预定地。帮幺母，伊真正是无阮本的少年。你是要别讲啥？幺母以后拢做船长大兄呢，伊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哈？原来你的翁婿在外口做啥，你拢唔知哦？林叔啊，你真有够悲哀！就算讲幺母真正安尼做，嘛一定是有伊的理由啦。你也无想看卖啊？你盛发会当有今日，是啥物人的功劳哈？是啥物人咧替你劳血劳汗？林家的人，刚刚遐坐伫个办公室内底吹冷气啦。啊！不过是阮幺母在咧偷情，等你拼死拼活的呢。恁阿母一个光头，一个卖凉水的，若不是靠我甲信用，你阁有办法做啥物大事？你大事你何里？所有人拢知影，恁甲恁查某囝的学历是用纸读出来的啦。阁了准家己话了不起，真是臭破人的嘴。哎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挑工的，我来替你叫哦。谁叫你买了我孙的号？哎，你卖给我打来菜刀拢死你嘞！谁了？你骗我！我系正品哦，提遮济哦，啊！好啊，你哎，你这届就是超工的。啊！我为啥？我为着要捡啥，连家己的命拢卖。江佩阳，你现在就搞我这条条，你这群众啊！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哦，有病就去看医生，莫一讲到啊，咱咪疑神疑鬼，感觉别人拢在群众里要害你哦。无你讲啊，想怎过个生活，过了这么平静，怎么甩你拄到你这个贼啦？你若不是存心的，无是啥？赶快讲清楚哦！干嘛？孙磊吼，我看你真正是惊唔知咯。拄只你伫遮，甲别人的衫乌白乱搭，害人差一点要被车弄掉时阵，我全部拢翕落来哦。你即摆安怎？想要对我动手是毋？好啊，来啊！你对我动手，我就报警，甲拄只画面拢传给警察看，也是上传去你盛发集团的官网，让大家看好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敢会记哩？有要紧无啊？我看你的手拢破皮啊，敢要替你叫救护车？唔免啊，上重要的哦是这衫拢捡倒转来。到底是衫重要，还是人较重要啊？你这有一人想法，我真正想无诶。我先替你消毒啦，较要你的空嘴哦去感染着。是，孙丽红唔是好人，你之前替伊担罪哦，伊一外头都甲你卖掉啊。还过拄只，你差一点要让车弄掉时阵，伊嘛就讲你一个。迄个处处一直想要甲伊比，迄个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最后伊也毋是让伊利用完，就甲你一脚踢开啊！你毋捌啦，我若是让伊利用，
想无我伫个贵妇圈还佫一个朋友呢，伊即马拢无爱插我，我着啥物拢无啊。你官僚实在有够奇怪，煞煞去，为着迄嘛是你家己的选择，佮我无关系。这哦，我都留伫遮，啊，要用唔用随在你啦。我真正挡袂住啊啦！我无想要到你受伤的方案啦。你个红阿母考试啊，好啦，先莫考啦，好无？你这个走去倒啊？过去买啥？拢什么时阵啊？你还阁有这个心情同我逛街哦？你是无看到阮两个爸仔囝的头壳强要呛烟啊，强要倒火啊？是你一日到叫我去乌里红清菜呢？我才会去这间店，甲伊买过的衫拢买落来啊！好啦，遐开偌济钱啦？一百块两万啊！一百块两万！你还来清清菜菜去找一个，叫你给我开一百块两万？无，你即摆是嫌我赚伤济，还是嫌我阿哥无够衰啊？啊！我即摆甲冠姐，阮两个伫咧撞标金啦。怎啊，根本去挂药剂卖钱啊！你安尼开开个大卡大手，搁再来我这卡我，你真的是世界人无放鸡屎有啦！我拢还袂甲你讲，我是安怎互人欺负，你倒来骂我。孙丽吼，伊就是无介意我甲伊穿同款牌子，伊才会糟蹋我，搁甲我的先生等伫咧涂骹，搁害我差一日叫车撞咧。我为着要学丽红。予伊糟蹋，予伊欺负，这委屈我拢会当吞落来哦。迄是因为着你，为着这个公司。啊，不过你呢？你敢真正参详丽红讲的？伫咧大兄后壁创空，标人要标迄块地。迄是干哪？迄达波人的生理啦，你莫插啦。姚母，你哪会当安尼做哈？大兄这么听你呢，你哪会当做对不起人的代志哈？你即马赶紧甲大兄回信嘞，求伊原谅你哈。你还点伊啊？你这头壳，干你还踅街买菜啦？无你是八成来这来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搁加起来招信用回信嘞哦，免想啦。啊，若是出啥物问题嘞，无甲破产要安怎？咱毋得对伊过迄款剩食日子啊？我是无爱哦。无你这乌仔嘴，即马是咧乌白讲啥？你敢不知影这几十年来，谁做我的拼死拼活，就是拼袂过周信强，迄全机枕头啊，就是你这个帮派的啦，你这个帮派哦，拢在欺我的后脚啊！惠弟，你大概也是心情无好，无欢喜，都干来遐麻烦尔。爸，你莫阁骂啊啦，妈根本就唔知公司的状况。我跟你讲。恁敢真正认为讲，我只是为了爱面子，才要甲周信强呛赌？我彭耀武这世人上怨恨的，就是去互看无。我这几十年来，拢一直咧做人的细汉的，我即摆想要为了我家己啦，拼一个翻身的机会，互我的后生，互我的某，莫去互看无，莫受这个委屈。你敢知我安尼做，拢是为了咱这个家？是你永远拢无得了解我心内真正的愿望，你永远拢无得帮助我翻身，所以我才输到这样凄惨。惠弟，我就是不爱当去工地卖香水，我不爱。你也是无想过艰苦的日子哦，你有甲我讲伊啦？爸，你安尼讲伤超过啊啦，钱的代志我会想办法啦。我是叫你去乌里红，我唔对。阿哥，我无跟你讲，你明知你家己叫人欺负，你阁唔知你还跑倒转来，你这个笨手呢？